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2月25号，也是圣诞节，祝大家节日快乐。今天我们要在游戏里面继续充3000块钱，圣诞节多充点，今天也就准备了3000，榜一大佬先搞了400，然后今天有一个特殊的活动啊，这个直播间今天我们上了一个闹铃，半钟准时提醒我，到时候这个排行榜对吧，这里有一个这个高能榜，谁排第一，我们到时候就给谁转500块人民币啊。七老板加钱已经加了3000了，最主要是为什么说我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发这个奖励，其实我希望有更多人关注我，这个没有错了，但是如果按我们之前的方式，很多看视频的人他就不看视频了，他也来跑来看我的直播，你知道吗，想赚这个钱，这样的话我觉得不太好，我希望他们去看直播的看直播，看视频的看视频，我希望更多人去看视频，你知道吗，所以就给这个冲榜的大佬搞一搞事情，然后这上手变相的我自己花钱买点这个热度对吧，他们会帮我送一些这个礼物，然后我其实变相的给自己买一些这个流量，可能是这样理解，所以就简单解释一下，然后双倍互送，我们前往先参与4次，你看这东西越用越多，永远用不完，先压上4次标，然后现在今天有一个新的东西解锁了，叫做萌宠，但是昨天11点钟有一个特别特别坑的地方，11点钟之后我们大概是花了30万抽这个飞剑对吧，唉，不该抽的，11点之后的活动千万不要做，昨天是因为觉得顺便应该就把那个飞剑做对吧，不知道是啥，但弄拐了，今天因为过了12点钟它出来一个这个消费排行，消费排行的话第一名已经充了170万元宝了，已经花了170万元宝了，这个是消费不是充值啊，如果我那30万留着加上这里我就80万了，今天再充个80万那我就直接榜一了，你知道吧，不过你从一个侧面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消费排行它是一个4天的活动，我们刚好这个今天呢是开服的第13天，我们玩到18或者玩到19天，哎，我突然想到那个精英，哇，我原本想的玩到这个第18天的13、14、15、16、17、18，等等，完了完了，我想的玩到这个木银开是第19天，第19天才开这个木银啊，我是不是得要玩到这个木银开了，木银开了之后我觉得我把我前两天抽到的那么多这个木银对吧，这个14个还有这40个全都把这个木银图腾开了，这样直接加个1亿战力，不开这个我感觉死不瞑目，那感觉今天不是倒数第5天，我觉得我还是要玩到这个木银这一天的，唉，那还是先这样考虑吧，然后双倍互送最后一次，元旦一定有波大活动，元旦我们要放假啊，同学他们小哥一定是要给他们放假的，因为之后还要苦战一个月呢，他们之后做视频的话是基本上没有什么休假的，所以一个月放个4、5天啊，一次性放个4、5天，恶狠狠的补回来这个假期是挺好的对吧，然后这里圣诞狂欢今天就彻底不需要做了，但是有个免费许愿我们许一下，电子竞技没有放假，我们这不叫电子竞技，同学你弄错了，你进错直播间了呀，啊，先开始充值吧，来30块钱秒杀走你，哎，3049已经充好了，今天就整整的3000秒完，这3000的话买都够了，员工放假游戏不放假，七星剑士看一下啊，等等，这里可以转身，转身已经弄掉了，昨天12点的时候做掉了，不好意思啊，而且今天我打了一天这个 boss， 你看这个 boss 次数都快被我打完了，来14转的打一下啊，然后继续充值，这里你们要看的一会儿就可以看了，没关系，18的领取了18宝箱，看一下之后又出来一个什么45元秒杀，再秒一下，刚才是30元，现在是45，这都是惯常套路了，来6块钱使用18使用啊，冰魄仙子等，再来一个30的领取，使用，这两天还比较头疼一个地方就是我西瓜视频看这个视频看的人越来越少了，和服这种混服合得很慢的，不会合那么快，好礼回馈我看一下，这些一会儿充钱充够了就可以搞了，今天最高是什么，单笔300、200，哇，单笔300还可以，这个单笔300我还没有充，是双倍的，单笔200的话就算了，这是累充的，每日累充看一下最高一档是多少，就1200，你看那么菜，这简直稀碎，然后再领取建单6颗使用一下，没事都坑点礼物就行，什么鬼，然后这里继续挑战一下这个13到15转，这个一次一次手动点我没有打几次，这个没有打几次，但是另外一个 boss 已经打完了，但这个 boss 本来说今天要合这个装备的，我觉得打那么多 boss 可以打很多很多 boss 得很多很多装备对吧，结果他没有给我很多装备，因为他经常爆那种橙装红色装备都很难爆，所以我觉得啊，这个装备还是主要要靠这个抽奖，但是已经可以一件装备了，我们装备一下，装一下，哇，拆解把这些都拆了，给一些换星石和换彩石，谢谢充最多钱啊，但是没有加进战力啊，这很正常，因为把彩妆脱了的，这个彩妆就确实很垃圾，
然后一下就掉了好多战力，一会儿出去就看掉了很多战力。这个游戏的这个系统也是设计的贼细碎，一代神文，这个战文有很多的，这战文你看我可以分解多少，这些都是成的，可以分的一页、两页、三页、四页、五页、六页、七页、八页、九页、十页、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哦，分解了27页才结束，我的个妈呀！我的天呐，挂机一天，加五打打 boss 就把这所有的都兑换完了。我的天呐，使用一个加11万，然后最后再来个进化。我的妈呀，下个游戏已经决定好了，1月5号6号应该就开服了。你先别着急，大五行灭绝 ，OK， 又加了一级，再激活这个技能，18万战力。我的天，竟然有那么多材料，我以为会很多，但没有想到有那么多，气死我了！这里再搞两个现实原石啊，来买两个，一个，两个。再买一个，好。然后我这两天啊，就是不是这两天，昨天晚上看到有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就是我不能追求自己成为一个啊每个人都喜欢、每个人都欣赏的人，因为什么呢？那句话说的是，因为即便是太阳，有人觉得太阳是很温暖的，掉了5000万战力问题不大，无所谓，到时候再合一下这个粉妆就可以了。有人觉得太阳很温暖。但也有人会觉得太阳很刺眼，对吧？有是没有什么东西它是完美的，没有什么人钱也不是完美的，没有什么东西是所有人人人都爱的，没有一个人不恨的，没有，对吧？你是不要说钱的事了，这个因为钱闹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事情也照样有的，好吧？这个家庭矛盾的主要来源。反正我想说的就是，有人以后喷我是托啊、我可能今天只进步了一点点，以后有人如果还说我是托的话，我可能又忍不住我又喷回去，但是我尽量啊，我要逐渐的驯化自己的内心的这个性格。我是怎么赚钱的？今天没有视频看啊，今天视频还没有发布，抱歉 ，B站忘发布了，我稍后发布一下这个D9的视频，不好意思，来特惠你帮我买一下。这个下播之后我就立刻上传，其实已经上传完了，但是我忘记编辑上传了，差了这么一步，再来个6块的，不好意思，谢谢秋雨清新搞一下。今天啊，不仅可以看我冲榜，你们还可以看这个直播间的大大如何在8点前最后2分钟，对吧，开始冲榜。躲着大玩，躲着大陆二不玩，除非他以后验证成了是一个成功的游戏、好玩的游戏，他能够持续不断的吸引人，那才叫厉害。如果他只是打一波这个广告，然后过两天没有人玩了，那就不是值得我玩的游戏，你知道吗？我玩游戏不图他心，图他好玩，图他能做出这个视频效果。看我直播也很好，好的好的，七星剑士，好的好的，稍等，先把这3折买了。今天这个萌宠也稍微剩下，哎，这个4折的这个，哇、哦，这个要买的，这个要买的，这个是超人转身单，还不错。5折这个4折先买了。3D 游戏我知道，你们说这种东西我。多少都有所耳闻，他发群里也发了好多的，对吧？都清楚的手游。然后这儿领取2个，直接唤醒姹紫嫣红，唤醒一下，唤醒加战力哦，还没有，他是给这个图鉴还没有激活，来激活一次，加多少 ？H5新人哦，加了147万，还不错。使命召唤手游那个我不怎么想玩，我想玩的是赛博朋克呀，我这两天有稍微有点颓废啊，等我把赛博朋克搞一搞，这个不是百分比加的很少，哦，也加50万，还不错。来七星电视给你看一下啊，就是给的新的装备嘛，现在是只够50块钱买一个，然后一会儿买完又会出来一个，希望我玩。好的好的，我不玩，我想玩的游戏就我想玩的，我想闯出一份新的天地，就要靠这个赛博朋克，206万战力。好的，然后再来一个，哇，谢谢大家送的泡泡机，我去了解了一下，这泡泡机一个50块钱，一口气送4个，可以的，这个势在必得，是不是？哇塞，可以可以。然后这儿再领取一下七星的这个天机，再激活一个。好了，我们又加了204万。今天8点钟我们排行榜第一，直播间排行榜第一的话我送500，但是哦，他已经大大已经充了30块钱吗？这个300的话应该是30块钱才对，我记得没错的话，是不是不是所有的这个礼物他都算这个积分的？我不是很清楚。你等一下，这高能党为什么只有300，对吧？100的金瓜子是1毛钱等于1的贡献，这里应该是贡献30块钱，这个好奇怪啊。昨天没有买清线是买了，怎么可能没有买？要么就昨天就没有这个清线是好吧？你们送礼物的时候注意一下，有的东西它不加你的这个贡献值，你就不要送了好吧？仅限于那些直播间大佬好吧？然后明天开始我们每天就是送200，就是不要送那么多。今天因为比较特殊，我就送500，然后好礼回馈先等等，找找这充值有没有？朵朵视频你是真爱，好的好的，然后再领取累充6元38、50，今天充了330了，怎么就充330了？可气啊，我的 RMB 又被这个恶毒的厂商拿走了。激活羽翼加了64，坐骑，这就是啥？这是自动升级这个吗？难道是给这个升吗？
他刚才一直有个红点，好奇怪，500你不要了，这是昨天没花完的。没关系，我说到做到，谁拿到这个高端榜第一我就给谁。没买，昨天一直在看啊，昨天一直没有买。那没有买就没有买了，我也回不去昨天，对不对？哇，谢谢坏坏大大，哇，感谢大大。然后这里我先进阶，今天的是，哎，大哥，你这个能不能快点结束？不要让我一开始就看这个坐骑，好吧？我看烦了。来，这是什么？哪个东西可以分解，对吧？把这些全分了，也全分了，然后再一键升级，是吧？给这个，对吧？强化一下，4000个素材，强化完了，再给大家强化一下。我就看惯这个红点，烦死我了。好，现在没有了，现在重新再点开进阶飞剑，怎么又来飞剑了？我头走，提升一下充值榜多久结算充值榜，哦，稍等一下，先激活这个萌宠。萌宠今天是哇，梦幻泡泡终于不一样了，追坏了一个前几天那个什么，我看一下前几天那个法阵和腰丹是同一个，看就是这个是妙蛙种子，然后这个是多了一个蓝色套环的妙蛙种子，就是叫做法阵，知道吗？他其实说的法阵就是绕着这个宠物的，绕着这个腰丹的一个玩意儿。谢谢王者，然后这里有1000个，先不要升，先把这个现充值先领了，然后再升。好，领取领取啊，这里400块钱还没有充到，然后今天有没有这个充值什么的，充值单笔200单笔300先充了，好吧，单笔300先充一个，这是双倍的，单笔200今天也必须要充啊，头疼，单笔300先充一个，我看一下剩下的900 1500 2000 3000 4000 5000 5500，我今天如果再充个5600块钱，再充5600块钱，我就可以充200块钱双倍了，不知道你们听懂没有。这期间还是不要那么猛，我觉得3000已经差不多够用了，然后领取领取 OK 了，然后这儿单笔充值200啊，我干，冲吧冲吧，这200跑不掉的，只能来个没有双倍的200了，可怜，一下子就少了20000的元宝。 OK， 感谢大大，然后领取68和单笔200的这个奖励，这里又是累充500 800，好，最后一个1200，一会儿来弄。今天还有个什么限时充值，对吧，400的这个领取了，没有了现实充值啊，就没有了，就只有这个萌宠了，活动就少了一个。哦耶，嗯，其实我在谋划，这小表它是4天的，我们当初就只有1天，这个活动本来就4天。当初为什么感觉这些人很猛，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是第4天，感觉他们很猛，充了都是200，甚至有800万的。而我当时就是只有1天嘛，我1天就干到100多万，170万，哦，2天干到170万，不比他们差劲啊。然后现在我脑子里想的一件事情就是，剩余3天3小时，我要不要在明天后天大后天的时候把这个榜抢了？这个其实也可以抢，但是加战力倒是加不了什么，要这个称号其实也没什么用，三角色圣诞天使活动限定称号，对吧，这个可以拉一个，但是要干过他们其实挺难的。你看一下我今天搞到这个76万元宝，然后我再搞一点搞到100万元宝吧，那我就排第5，这差距说不定会越来越大的，我自己考虑一下。这今日累销25000元宝，哇，这是感谢坏坏大大送的节奏风暴啊，怎么见过，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这我们今天提升到这个4阶，这还有限时1000个，1000个是6阶以上啊，果然6阶以上可以用，我们先提升到这个8阶，谢谢坏坏大大，来升阶哈士奇，哇，这可以变态进化，你知道吗？你们有没有学过，就是初中生物的时候有那种什么，就青蛙它的那种发育过程，就是会有一个什么什么状态，蝌蚪状态变态发育成为一只青蛙，哎，就是说的就是它了，然后就长成了一个熊猫憨憨，我的天，这个真的是超级变态。感谢，再次感谢坏坏大大，这儿神兽之灵邮件，昨天邮件都领了，昨天12点我们还录了来着，所以我们昨天领了好多呢，然后再来剩下1000个这个单我要了，来我们先把这个羁绊激活一下，当当当当当，哇，谢谢实习大大，5天修一单，哇，领域之星激活一下，这个能加202万也不错。直播设备买什么比较好？直播设备你不要学我，你学我的话你倾家荡产了，我一个摄像头1000块钱，一个耳机1000多，加上灯光也是1000多，这个布是最便宜的，你们看不到它，这个绿布可能花了200-300，它主要是那个架子比较贵，你知道吗，一个比较稳定的架子。这什么游戏？这是看土豪氪金的单机游戏，好吧，境界幻语，然后激活一下加了20万，然后现在就把这个买完吧，我今天不想把这个榜让给别人，对吧，这个限购礼包啊，5折6折全都买了，反正也花不了几个钱，对吧，最最主要的是不要学我买这种特别豪华的主机配置啊，他们说搞一个这个给主播搞一台这个电脑要多少钱，我给他们推荐了一个淘宝大概是9000块钱一台的这个机子，然后额外再买个2K 的显示器啊，一个人1万一台的这个电脑，到时候他们会有10个主播，就是我是第11个，
主播牛逼。好的好的好的，哎，这儿可以先把这个1000个先用了，我们这里马上可以升到这个7阶，然后就能升到8阶了。这个主播我觉得很可能抓不起，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会非常的挑剔，就升到7阶加了14万，升到8阶再加52万，怎么8阶加那么多，也想干主播不是那么好干的，说实话。然后这剩下的就是看我们冲榜的了，没设备穷。好的好的，你们说的我不知道了吗？说出来让我开心开心。然后高斯达达今天只有62星，哇，那这个是稳稳的让给了我。哦，高斯达达他昨天就说他不想搞了，他让给我了，可以的。哇，谢谢坏坏大大的礼包，不是礼花，礼花可是100一个。哇，坏坏大大已经花了118块钱，这榜有问题，有的东西它是不算这个高能榜的，我觉得很奇怪。他刚刚送的应该不止那么点哦，礼花多少钱？20一个还是100一个？我真的对于这个东西不太记得，不好意思，记错了，请不要怪我。转身这里我看一下，修为或者修为，这里3个超级转身单，我想想，等等等等，先把这里搞一下吧。嗯哼哼，我记得有14阶的，哎，15转的不要，我要14转的，14转的有10个转身单，一个可以提供26万修为，那就是260万修为，很给力的。剩下的差不多没有了，来来，赶快去打一下这个 boss。这里自动挑战先设置一下，对吧？我就等着打这个 boss 多给我点这个装备了，不然这两天这个装备从何而来啊？我还想多喝几个14阶粉色装备给大家看。哇，谢谢送的打榜，开始有感觉了。来来，我开始觉得热了。哎，等一下，什么？这又有个什么幻彩神翼？幻彩神翼，我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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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哦，差一点点，12转总星到达52，赌罗二可以还可以多吸点粉，我的事情就不劳您操心了，好吧？我玩什么游戏，我自己要花个几十万玩一个游戏的，我这种人就简直是人精，你知道吗？就不需要您来指导。我说哇，什么游戏你玩的一定火，对吧？这种话我听过太多了，请不要指导。我可是拿钱投票，你是拿嘴投票，我是拿钱投票，那肯定是我更精明，对不对？我如果不精明的话，我早就破产了。然后这是免费的抽14，再抽14，哇，谢谢跑跑机，谢谢。这种建议其实是好心，但是真的对我来说不是很合适，好吧。下一个游戏玩什么？玩的是破血刃37加的新游戏。来，消费排行我看一下，消费排行今天已经花了15万了啊。我想想啊，今天我们要搞什么活动？飞剑我不想搞，兑换我觉得今天要抽还是抽这个圣诞狂欢吗？7天狂欢要抽还是抽这个圣诞狂欢吧。哇，活动期间累充2000块钱，我们还差1200，是不是试用的话大概是1月5、6号玩，他还没有给我绝对的时间。这里充一个单笔1200吧，来充一下，这样的话还剩个1000块钱，到时候随机应变。首先现在我就能到，哎，这个还没有刷新，现在就充了2030了。好，我们领取一下，这里我就有107万元宝了。哇塞，我想呢，如果昨天我那150几万的元宝没有用掉，加上今天充的这50多万元宝，那我直接就干到这个消费榜第一了呀，对吧？我昨天充那个榜不明智，这种下次这种出榜要提前5分钟以上你再去充。昨天解榜的前面的2-3分钟他都没有刷新那个排行榜，那是排行榜大概是5分钟刷新一次，所以挺烦人的。我昨天如果恰好被别人抢到这个第一，我还追不上的，就是最后3分钟还是追不上的。然后最后3分钟根本就不应该充值，这些都是我犯的这个失误，以后注意就可以了。魂玉幻彩石，好的，圣诞狂欢我看一下，寻宝仓库领取一下，今天可能还得要再抽这玩意儿，没有什么别的好的东西了。来，铃铛领取一下，抽奖抽12次，水喝一口。然后呢，明天就是我们考研同学的黄道吉日了，祝你们考研成功啊，也祝我的女朋友考研成功，能够上她心仪的学校。他老是抱怨我说我有时候自闭的话，我谁的消息都不回，包括他的消息我也没有回，但是我却能够坚定不移的来给大家做这个直播，他就埋怨我这一点啊。其实哎，是我没有照顾好他，哎，我问题很大了，所以你们以后要找男孩子一定要找一个负责任的男孩子，千万不能想像找老王图这样的，对吧？有心理疾病的同学尽量远离他。这里领取一下，今天有没有抽宝石的活动？有那个圣诞的那个好像就是抽宝石的呀，干直播挺难的。其实你要赚很多钱的话，做什么都挺难的，说实话。很渣男，我以前渣，现在不渣了，现在我是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哎，加了28万一个，再来126万，怎么这个那么牛掰？这个是龙渊的剑阁，这个剑阁那么厉害的啊，以后如果要开就开这个剑阁，听到没？感觉这剑鞘也很厉害。哦，这是粉色的，这是红色的，哦，是这样的。然后吞噬一下，来给这个剑柄还有什么健身吞噬一下，人气肯定会好。这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什么刀啊，我没有刀可以拔，身无拔刀。然后再领取累充300的，好的，出完。然后我再看一下神龙战力，好几天没有领了，这里还有一个异兽寻宝，而且
我发现我是不是年纪大了，这个全身好多病，就是现在还有这个荨麻疹你知道吗？我妈以前是有这个麻疹的，但是我现在经常感觉啊，有时候你会发现我手好像人往前，然后手在后面摸自己的背，就特别的痒，我就是在挠，然后有的时候这个胸口，刚才胸口一直挺痒的，应该都已经红了，被我抓红了，就有一点这个麻疹。这个也不是传染病，但是应该也不是遗传病吧，反正这个东西就是就感觉很痒，奇痒无比，到时候我去买点东西搞一下好了。然后这是给这个小龟龟星星星选金龟加51万战力 ，OK， 可怕、啊，对吧？所以，哎，升到501级了，哇，升到500级了！感谢坏坏大送的粮了，这是要表达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可以上，可以不上班没工作，但是你要照顾女朋友，哎，也不至于。哎，其实这个年纪真的是你要去打拼，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照顾女孩子。谢谢送的友谊的小船，不上班哪来钱照顾？其实上班就说你们吧，你们如果大学毕业出去找份工作能赚多少钱，能养活自己不欠债就已经欢天喜地皆大欢喜了，你知道吗？你们最重要的是什么？积累经验，寻找机会，以后成为超级厉害的人，对吧？以后寻找机会，找机会创业啊，我觉得这是实话。这个先尊卡我们抽一下。但是如果你现在就觉得有一种很安定的那种思想，这个一般是就不会有什么大的成就啊，但也不会很惨啊，就是你安定的本身也没有问题啊，只是说你如果想折腾起一些这个风雨来，可能你是选择一种不是冒险型的人格吧。但我像老王图就是选择愿意去冒险的。这是第13天的礼物，我们领取一下，而公告再领取一下，补偿100000的银币。你逗我吧，100000银币，这点一下这个成本都不止100000银币，这游戏也太不行了。然后这里我看一下，龙宠没有了，原石没有了，好礼回馈搞一下，昆明房价涨了，好的好的。榜首第一什么？榜首第一是什么？你说这个吗？这个已经是第一了。一会儿你看我是79星，一会儿结算的时候，哎，不用结算，稍等2分钟我就是第一了。你看第二名还差18星超过，这时候提示都是这样了，但排行榜暂时还没有刷新，它可能还需要几分钟啊，稍等，我们马上就是第一了，问题不大。然后这里其实今天已经没事了呀。